喂，小乖，你要煮饭哦？你要煮哪一个饭？一德德也在煮饭。这里有牛排。有牛排。要洗干净哦。不然吃下去肚子会痛痛，会有细菌的。好的，这是牛排大餐。乖乖是蛋糕店老板。谁的牛排餐？小乖，你在吃三明治不用洗啦，三明治洗了怎么吃啊？爸爸给你吃三明治。对呀，谢谢。好了，我吃好了。谢谢。你要给他组装好啊，你会教小乖组装三明治。